运神嘉永杰最近在脸书分享参加马拉松的照片，他开心发文写道：凌晨五点摸黑出发，原本还有一点睡眼惺忪，但是一到会场整个精神都来了，还直呼有一秒到东京马拉松的感觉。而全明星运动会蓝队队长钱维娟也现身在这场马拉松活动中，他邀请嘉永杰参加全明星运动会。对此嘉永杰惊恐表示：我真的会拖累大家，笑说母汤啊。他还在一张和钱维娟的合照中补充发文写下：报告队长，我真的很弱。不过大批网友看到贴文后纷纷敲碗他加入，直呼很想在全明星运动会看到他。